就是冷漠，对你说一百个理由，白给你一个笑容，迷恋你眼睛彩色漩涡，需要你 I love you。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影搜，今天我们带来是全新改版，我改版后还没有进来过，不知道要不要下载安装吧。有 2.28MB。然后我也会连前面一起拍，因为它好像有什么旋律系统，这个我也可以拍进去示范一下。我 FB 账号你都可以加我，刚都有，现在左上角，欢迎加我好友。啊，你还要留言说是看我的影片来的，我才会加，不然我会删掉。我账号有11个传说的，但是我是绝对不会搞混的，放心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新的页面。这边锁敌头像。改这个看看哦。特殊技能预先显示头像。哦，就是那个你可以选定啊，用那个跟像是那个战尼还有那个麦克斯一样，还可以用锁定显示英雄详情面板。自动购买装备啊，因为我也懒得按，我以前没有用。自动加技能点，不要，我要自己加。我现在手机有三台啊。烂死了，改成这样子。我还想说中到什么大奖，也对啊，体验相反就这样，改成这个样子。每日挑战，三场对战，所以我推两个塔，其实是什么？好烂哦！你要送有诚意一点好不好？我又录到180的传说狂欢版。好啦，这个比较有诚意一点。然后我要最近要练最小的杖啊，最小的杖反而还超过其他前面的。然后我那个活跃度应该蛮高的，到时候就可以换这些吧。啊，这就是你看成就感的这个了。哇，金币！我要奥义，我要英雄，我要福利。分享英雄番。不怎么样，都是体验卡啦。击杀野怪，经典竞技，我要打排位。艾美丽，他卖多少钱？20888。我的召唤者，
我习惯不习惯留红点啊，我习惯把红点全部用掉。前面废话很多啦，如果你们是要看那个打传说的过程的话，你们就直接看后面就好。勋章啊，这个就是要用这个啊，传说的那个 PRIME。一样，浪费钱，开通那个干嘛？好，那我们来开始排位赛。我要玩刀锋，不然就玩奇尔。改版我还不熟悉它的地图。我现在那个胜率跟场次那个地方也改了。这个要怎么改？应该没办法改吧，就在这边。啊，你们不选坦克哦？双射手没坦克，看这边辅助就没空格。这样我觉得不行哎，怎么办？啊，靠我这个刀锋，哦，特练脚，才三场，还见血。如果你说三场，然后自身就算了，三场还见血，胜率100又怎样？对面也是刀锋打野。我等一下，我有点想留言。我队友都是脑包，不选坦克。然后那勇，我觉得那个造型，那应该也是体验卡。我在那个上一部那个穆拉林片，我就剪，一直剪，狂剪，狂剪。今天这部不剪辑，真的不剪辑。我可能会剪精彩内容放在前面，但是我不会在中间给它突然卡掉，让你们觉得断掉的感觉。哇，以后要一直打魔龙嘞，然后会变深渊魔龙。我们来打一下新的蓝 buff 吧。我平常感觉我就蛮多话。等一下，你是不是有点矛盾？那、啊、你不是要走过那个魔王路吗？我想那个神力女超人八成是不想打了，没有坦克。等一下出来，他出来。是要叫我去保护吗？我没有大招。涌上去啊，拜托。不然我们来猜一下谁会先过去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中路会先过去。早知道我就先打下野，四等马上就可以过去支援。
等一下改这样我不习惯。啊，所以以后就滑的时候就在差不多这个地方按。哦，这边哦，还在习惯中，所以这局可能会有点雷。啊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被发现。用户终于回来了。这是大概。我们终于获得第一个人头，马上去吃红，不然到时候被反。那这样不就没办法选定野怪那种或小兵之类的，就只能选定人哦，人头。古龙，冥灵飞龙苏哈，好难听哦。我在这边等一下。哦，用，直接帮我们打。不要跳，不要跳！哇，中路中，他们中路多少多人？下路两。去下路吧。嗯，那死然之后乱走。还有没被他盯到？残血啊，等一下，我也残血了，我也残血。啊，上路。不行，追不到。哇，下路那边还蛮打的，还蛮不错的。然后大家都来，对面的大家都来支援。哎，我们死两个，团灭。马洛斯。我还是有点不太习惯。莉莉安先上，我躲草丛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他们在附近。啊，莉莉安，你怎么也死了？不要盯到我，不要盯到我。我觉得我好累哦。我以为他出现的点是在这边，既然他出现在这边，这边滑就距离就很长。万一用一枪，
补过来，就死了，就死啦、啊！拜托永不要补过来。他们剩八个塔，我们只剩六个塔，现在还是比较腻。魔龙被杀了。反正现在又不是深渊魔龙，我怕。7-12。他是诱饵。金啊！想要跳金啊，跳不到。剩三个人，剩三个人，乖一点。啊，这塔要爆了！这塔要爆了，你们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这你怎么也死了？这塔爆了！现在人出来，我可以先回家。他们一定觉得我很累，打也不强啊，死金啊！哇，那么准，我被打到。等他出来，他就变深渊魔龙。我来清一下兵线，赶快走，不然会被单抓。我是不是都会变不支援？他队友想法不支援的打野。我就是怕死，真的。我要死，我要死！你从那边进来干嘛？他们人那么多，你在送头是不是？神秘女超人。太痛了啦！一换一，不过要是我是特，我绝对不会补那大招。大招是要留给他们五个在打塔的时候才能用。啊，要吃就吃啦，我也没办法。现在是逆风。深渊魔龙。
被击败。啊，这场稳输了啦。没跳到我。不行啊，你比我等级比我高欸。那金啊真的太冲。那是因为他是他们队是顺风，他打才这样才可以。不然逆风打这样绝对被检举了。八成打凯撒，他们八成在打凯撒。看现在人那么少，有鬼啊！一定在打凯撒。护盾改颜色。我就是个常常回家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双射手啊，太痛！哎，那个勇，他可以直接在外面打、欸。我可以做什么？杀金啊吗？杀不到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打到爆了，稳爆，稳爆，对，第一场就输了。我下一场玩奇尔，应该就没有这种角色选定的问题了吧？现在脸这边也有小提示啊。我真的好累哦，115嘛，记得。我第一名一定是因为死的次数少啊。好啊，帮我按赞，很棒。啊，随便啦，都帮你们按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奇亚死9次了，我死一次而已啊，废话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结束了。想要看我奇尔排位赛的，赶快哦，下一个影片，记得锁定我的频道，拜拜。